点名了啊，点名。给我打饭。哥，我想吃肉。早就给你准备好了。多吃点啊。行。干这么重活，最近都饿瘦。行，再来。下一个。哥，打饭。现在这小伙们挺有礼貌啊。哎，多吃点。哎。嘿嘿，再来点。哎，够了够了够了。不能浪费啊，不够再来。哥哥，我想吃肉肉。你吃啥肉啊？咱们食堂只有星期二和星期六可以吃肉，你不知道啊？那怎么亲？那亲亲就能吃肉呢？我自己花钱买大鸡腿，给我自己的亲妹妹吃，怎么地？还得经过你同意啊？你亲妹妹呀？要不然呢？下一个，师傅，我正常打就行。那你不正常打，你还想怎么打？哎呀，这新提的姑娘真就是美啊！啥呀这？主人，你好，我是二品牌机器人。哎呀，这车好啊，送个机器人。哎呀，那什么，来开启导航，咱们去接人啊。导航已开启，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一直走，前面是沟，一直走，一直走。前面有沟，一直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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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前面是沟，一直走，一直走。有沟，一直走，一直走。哎，不是，你这机器人是不是傻？那前面是个大山沟，你看不见啊？往前走，往前走。为什么要打我？嘿，那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你看。前面那么大个山沟吗？啊，我往前开。你为啥要打我？跟我道歉。哎呀，你来劲儿了是不啊？我买的你，你应该服我，我还给你道歉？赶紧给我道歉。嘿，我说你这机器人师傅出产的时候没给你设计脑子啊？你才没有脑子，开个车你都不会开。哎呀，给我抬杠是不？还敢给我顶嘴啊？个猪头，有病，开车不会开。你才有病，就你这破机器人，我告诉你，什么破车，我不要了。哼，我还不给你服务了呢。停下，别动！大哥，别杀我！大哥，大哥，别杀我！别杀我！我不做了，行吗？大哥，不是姑娘，我测体温呢。我不做了！哎呀妈呀！哎，这脑子是不是有病啊？
走，不够再来啊！哎，哟。你还吃什么玩意儿？我怎么没有同情心了啊？拿过来吧你，哎，回来。咋办？快点儿！咋办？饿了。你天天光知道吃。这样啊，本厨师长呢，最近心情比较复杂啊。所以呢，今天打饭啊，你们每人说一个字儿，关于辛勤的字儿啊。嗯。说的多，吃的多，没说上来的就别吃了。这还不简单？我要说个喜怒哀乐，我不就四个？喜怒哀乐。打饭。可以啊，你俩来，一人两勺啊。哎，还差呢。好嘞。来，给我两勺。哎，好。不是你俩说了，我说啥？管你的呢，反正我俩吃饱了，走。不厚道，这俩人还不错啊，说的。那二饼，该你了。我想想啊，能不能快点啊？别催我。哎呀，这都三天了，能不能想到啊？哎呀，行了，我跟你哪能在这儿耗醒啊？不行，我跟你说，厨师长，我必须要想出来我才吃饭。别想了，我给你吃一勺不行吗？不行，我必须自己想出来。哎呀，这倔强。行了，你自己慢慢想吧，我回家了。这片的鱼真多呀！啊，怎么钓怎么来。哎呀，
哎。啊，我可能知道他，你为啥钓不到鱼了？为啥呀？因为今天池子里的鱼最大的牌就是钻石，他们肯定要不起。也是啊，那我回去换个对酒怎么样？换个小三可能比较容易。啊，谢谢大哥啊。